修的时候要水泡20分钟，慢慢的推进去。你们看一下，不疼吧？能看到啊，这么大一块。像你看，我们感觉很轻松的，一下就拿出来了。啊，有的人搞不定的话，可能要很长时间。这么边。这边拿掉。主播的同，主播的同款修脚工具在7号车啊。你们回去修的话，一定要把这个拐角给它修成圆口，不要留在里面。如果你留在里面的话，就是相对来讲难弄一点。你看一下，这一块拿出来了。轻轻的，轻轻的，哎呀，你看，你看，多带劲哦！非常解压，非常带劲啊！